首歌呢，就是关于其实两个女生，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大姐姐，她们就在海边，坐在海边那边就听着海浪声。突然间呢，这个大姐姐眼泪就开始流下来。那个这个妹妹的小妹就看到这个大姐姐说：“眼泪怎么会掉下来？怎么办？”她说：“哎，她怎么哭了？这样子。”原来那个大姐姐是因为 got hurt。受伤，什么伤心呢？谈感情、谈恋爱吗？好，小时候就一定要经过，要有爱有恨，对不对？才是有成长的嘛。所以呢，那时候他写了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也还没有结婚的吗？所以呢，我那时候就要扮演两个人的角色，我要扮小妹妹跟那个大姐姐。可是呢，我今天还好，我生有生女儿啊。所以呢，我今晚的特别来宾就是我的女儿，会跟我一起唱这首歌。我的女儿很紧张，很紧张，紧张吗？紧张，紧张。她可以跟大家说话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P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。今天呢，是我怂恿他。我说，其实不是怂恿，是你没有办法，我就知道你跟我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跟他讲说，难得我的女儿可以，已经她今年11岁，所以她的声线也算不错啦。好，所以她是紧张的，我发现我感觉到很多。你们可以再一次给他最掌最热烈的掌声吗？执着不悔，脸上浮出的代价，也许明白。